上面这个是材料箱吗？还是不是？好像是，那我们就不多说了，就是这里了吧。我们已经浪费那么多时间找这一个锤子了，何不就让它在这里结束？看到了吗，各位？哎、欸，太扯了，太扯了。怎么太？又扔锤子，该走了吧？重点不是我捡到锤子这件事情啊，重点是我捡到锤子的方式。